咱常常都是一句话讲，心高意美啊，实在是抓真袂掉。咱众生的心都是安尼，不定义啦。咱的心若是定袂落来，自然的就惹来了真多无明、不明白道理啊。心的行为都偏差，这叫做凡夫啊！凡夫，拢是呢，做错了后啊，再来后悔，讲我唔对啊啦。甚至有的人将错就错啊，一直错落去，这拢叫做凡夫啊！咱即卖修行，咱希望呢，会当超凡。咱来超越过凡夫嘛，因为佛陀安尼真肯定都甲咱讲，咱家己呢嘛爱尊重咱家己，有够佛平等这点清净的本性，咱原来都有啊。啊，就是一念的无明啊，去染着着，好，咱的心定定都是收袂转来，所以你的心收会转来，定义呢，在咱一念清净虔诚的心，自然呐、啊，你就会慢慢超越过凡夫那份无明执着。或者是不定的意念，咱自然慢慢都去甲伊超越过去，这烦恼都慢慢远离啦。远离了烦恼啊，就慢慢也是会当接近圣人的境界。定那讲过去啊，咱啊起底一分的烦恼，咱就是啊会当增长一分的智慧。所以烦恼无去除啊，智慧呢都无法度好成长起来。所以咱乃当管理凡夫的心念，那自然呐，咱个圣人的境界都会接近。这距离都是同款一定嘛。离这个所在较远，就是已经接近迄个所在较近去。所以咱超凡见性啊，那就爱脱尘离垢。尘，吼，咱就是去好无明烦恼拔掉呢。也那无呢？人人拢会晓讲道理呀、啊，人人呢长篇大论呐、啊。嘛是写个真好啊，确实呢，内心啊还是同款充满了无明，讲的话归讲的话，写文章归写的文章，确实呢，家己的品德行为啊，确实拢总无同，所以咱应该。都要身心一致，行动一致。咱安尼呢，才会当头脱离开这个颠簸着的烦恼啦。咱那是啊，意无定啊，行无修啊，那安尼呢，自然啊，还是同款个人啊，安尼结着真侪无好的缘。对自己呢，信心也阁是无够，迄、那个无坚定的信心嘛。所以咱嘛常常看到人啊，都代志做好好，啊是安怎啊？平常时上台讲话嘛真好啊，啊又是嗰个起什么无明嘛？这呢，就是因为迄、那个内心啊，颠簸着。烦恼无透开，虽然呐、啊，佛性呐、啊、是存在，确实呢，
被烦恼定绑，所以呢，在定如来呀、啊，咱呢如来的本性啊，就是去可以定掉。所以咱即嘛要学的功夫啊，就是烦恼做一去烦恼啊，那咱爱赶紧脱离这个烦恼，唔通甲烦恼加做一个，那安尼呢？你家己自投罗网哦，愈甜啊，愈白，愈暗。所以啊，要安怎样呢？脱甜离苦呢？讲起来那真简单哦，做起来实在有一点嘛困难。就是安尼，才叫做修行啦。所以脱甜离苦啊。即心即佛，你若会当，这个颠白的烦恼拢完全脱离啦。安尼呢，咱自然就会当然后离开这个污染故位。所以因为污染故位拢清净啦，这念心呢就是佛啦。所以啊。佛心即心，即心也是佛心嘛，必定呢，爱会当以净心性超凡净性，脱尘离垢啊，即心即佛，这真简单几句，大家人若做会到啦，那就袂去互烦恼甲咱缠着。所以啊，下面发譬如水一段文啊，再过安尼讲，愿意忏悔义君功德，愿令初意成就实力，洞达我明。义君就是上面我所伫咧甲大家人讲，以爱情心爱行啊。这个功夫呢，咱若会当建立起来，自然呐，就会当成就实力，洞达五明。什么实力呢？第一，地四处非处地力。我定啊讲，咱伫每一个地方啊，要做代志，要讲话啊，咱爱用迄份的智慧。这个所在，因人、因事、因地，咱这个地方，我有话要对这个人讲。这个地方有适合啊无？有人有自尊心啊？这个地方旁边阁有人？我敢会当直接安尼就甲伊讲，哦，这个所在可能一个无适合，吼、哦，无适合，我要对这个人讲话，所以呢，因人因时，虽然伫这个时阵、这个所在看到这个人，现在我虽然有听到这个人有什么款的缺点，或者是呢？伊有虾米款的心思？那我是毋是伫这个所在、这个时间，安尼甲伊讲，安尼有成熟也未？代志是毋是清楚未？那这个时间，伫这个所在，要对这个人，是毋是甲伊讲这个代志有成熟也无？这个时间就是因时吼，因地，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时啊，生肖啊，也面对着这个人啊，在这个所在呢，真都好。所以不管做什么代志，咱都爱有迄个智慧去分辨吼。这叫做第一，地四处非处地点。那第二呢，是地三世业菩提力哦，赶快是地
吼，咱应该爱知啊，三世业报的智力。有的人啊，我知识分子啊，我是安怎爱去相信因果呢？其实因果啊，就是愈知识分子啊，才都爱愈相信因果。一寡伫咧做研究的人，伊应该更搁再爱相信因果。伫咧研究的过程中，我为什么要去做研究？用什么物件、甲什么物件来汇合结果会成什么？这嘛是叫做因果啊。所以因果，那就是会当显现出来，结果显现出来。所以这叫做有这个因去汇合起来，就成这个果。这叫做效率，因为你的努力，结果呢有成就这个效率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同款的意思。三世。三世不是只有指过去生啊，我知道过去生什么事情、啊、现在生未来生，这个三世不止，不是这样哦。咱呢，不只是在过去的一世人，佛陀讲啊，过去无量劫以前，不断不断累积来，所以不只是前世人、一世人，咱有比前世人搁较久、搁较久的时间。那不是干那一世，决定还有来世，绝对有的哦。所以不只是干那决定有来世，还有无量无数劫的时间。所以生命本来就是安尼在咧轮回啊。咱应该爱知，爱一定爱相信啊！三世是指时间，拄只迄个时间过去啦，一秒钟前过去啦，现在一秒钟真紧，又是个刷伫未来的一秒钟，短时间啊，算秒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只有一天的时间，86400秒。你想，咱只有过一天而已，咱已经过了多少呢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世间代志拢是同款，伫时间的长甲短啊，都是有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一切的事物啊，一切善恶啊，拢是伫迄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时间呢，伫咧成就，为善者得福啊，为恶者就恶业，所以这是本来的定律，无有第五的分别。无讲虾米人偌尼有智慧，伊就会当破无因果。愈有智慧的人，愈爱去相信因果。所以咱佛陀啊，伊就是第三世业报智力。咱若知影这个业报的智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感觉搁做歹代志呢？你感觉搁犯错呢？你感觉佫去惹一挂呢无明烦恼来填白咱的心呢？啊，简单就好啦，行前脚，放后脚，啥物好计较嘛？那佛陀他就是用这么简单啦来教育啦，所以众生敢那伫迄个所在安尼呢复杂填白。所以伊无法度通通达呢三世业报的道理，无法度通去通达。
所以这个地灵呢，敢那生未起来吼，成长未起来，这都是叫做凡夫啊。但是呢，圣人觉者他就知影三世业报地灵，有这个地灵。那第三呢，第三昧解脱地灵，三昧就是正定嘛。咱若有正定，就有正明。定就是心嘛，明就是咱的生命嘛。咱的身躯呢，自然啦，都会当不邪不偏。咱所做的应该拢是对的。这嘛就是我常常咧甲大家人讲，心中有佛啦，佛就是觉者嘛。咱的心爱常常觉悟着。咱爱有迄份的智慧、慈悲，这就是佛心嘛。智慧行头前，慈悲伫后边。也那是对人呢，咱的慈悲伫头前，智慧搁伫后边。定定呢，都、就是慈悲智慧啊，智慧慈悲。你若敢那慈悲呢？这有时阵呐、啊。嘛会错啊，所以呢，世间事真复杂。你要安怎会当头做出了迄份呢清净无染的大爱？我这位诸行啊，他本来呢嘛足清净的啊，都是非常的端庄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啊，这位妇女啊。啊，拄啊好因缘会合呢，来组织。迄位妇女呢，真忧愁啊，伫遐哭啊，所以啊，伊伫外面啊，安尼看到都该接引入来吼、哦，开始辅导啊。原来这个查某人呢，是先生，也未过身的以前就是忧郁症啊。常常在那破病啊，啊先生也很好啊，但是呢，生命无常啊，忧郁症常常破病的人，确实呢，还搁治嘞。但爱伊的人，忽然间呢，往生去啦，所以忧郁症呢，搁在开始呢发作，啊，伊嘛知影讲。爱来这个所在，找一个身心的依靠，拄啊好这个因缘会合，伊个接引去吧。这个妇女伊都定定来咯，啊定定来呢，自然啊，伊都会定定甲伊讲话辅导，知影呢，伊有这个心病，伊家己知影讲失了一边的烦恼啊，一份。是心真苦，因为伊本身呢，太太嘛真侪年前都往生去了，伊嘛是真唔甘嘛，这个情也阁牵掉嘞，因为夫妻感情真好，伊知影讲宋武之痛啊，所以真自然呐、啊。对，正个动情，滴滴个动情啊！哇，动情变感情啦、啊！所以啊，滴几年的时间，这变成了呢，一种男女的感情。最近啊，我一直滴咧讲，滴这个大团体内底啊。一定呢，爱重戒律，因为呢，组织人爱坚守习戒，这个大团体啦，才会当清净无污垢。咱有戒戒，人那是无有，迄、那个戒修好啦，这个大团体呢，都无法度好清净，那就是因为呢。一个人，或者是两个人，迄、那个念呐无净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心的行为偏差，
就是无有三昧解脱智力。所以佛陀呢，伊个清净觉悟的智慧，他就是永远保持的迄个三昧解脱智力。所以咱学佛啊，咱必定呢爱会记哩讲。要安怎样，把咱的心顾好？那一念偏差，那就是万事皆错啦。所以一句话讲，差之毫厘呀，就失以千里呀。所以我现在嘛，一直伫咧等待呀，这位啊，诸神赶紧会当阁归队转来。会当把迄个狐狸的偏差呢，赶紧搁再纠正倒转来。迄一天来向师父忏悔，伊嘛搁再安尼甲我讲：师父，我永远无离开主席哦。我虽然正是请宗教处甲我保管，我是啊，因为爱修师父和阮的习。所以我虽然是教出去，我会更加认真的社区的环保，我会真认真做，我要阁真认真带，我会真紧就阁倒转来啦。我就甲讲，道心爱记好一条，爱好好圆满的，好好去解决吼，安尼呢？会当解脱颠白啊出来哦，所以啊，咱以静心行，伫咧辅导人啊，爱用清净的智慧啦。对人好呢是虔诚的心啦，但是唔通讲哦，啊，都自卑啦，自卑啦。但是呢，自卑都欠了智慧，那就惹来了烦恼咯吼。所以爱记着。以爱静心爱行，才有法度超凡进圣啊，脱尘离垢啊，即心即佛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。